欢迎大家收睇《入名校有得倾》有奖问答游戏节目。我是你哋嘅节目主持人阿 Man。大家好。系啦，咁我哋开始之前咧，我介绍一下我哋今日嘅游戏先啊。嗱，今届咧我哋嘅 DSE 考生系2003年出世嘅，咁喺呢一年出世嘅人数咧就得46,965人，喺1981年同埋去到2020年嘅第二低位啊。咁加上移民潮咧，考生嘅人数咧大跌咧系属意料之内嘅。咁根据多年嘅文凭试数据咧，唔计自修生啊，每年约有40%日校考生考获33222嘅门槛。咁参考呢个比例咧，每年约有1.7万人符合资格，竞争约1.2万个分配于联招申请人资助学士学位课程学额。咁啊，以此推算咧，今年咧约有1.41人竞争一个学位，果然系一位难求啊！咁咧喺入大学之前啦，如果能够入到名校，咁啊都算系揽住一个冇得输嘅水泡啦，系咪？咁啊入名校有得倾呢个节目，顾名思义咧，我哋系想希望透过呢个问答游戏，同各位家长深入浅出，分享入名校嘅心得嘅。咁啊事不宜迟啦，首先我哋今日负责发问问题嘅主场，尖子教学家吕校长，欢迎吕校长。你好，你好，请坐啦，校长。好啦，跟住落嚟，我哋就邀请到见到水晶两只眼会发光嘅挑战者王夏慧女士。系啦，好小心啊，夏慧姨。系啦，俾啲掌声，夏慧姨。系啦，好，我哋坐低先啦。好，我哋今日嘅游戏玩法好简单，合共10条问题，最先7条咧，只要答啱咗，就可以得到镶有唔同数量 A 级水晶石嘅首饰，而终极大奖咧就必须全部答中8至10题嘅题目。咁啊，问答游戏正式开始，将时间交俾吕校长同埋夏慧 B B。B B 啊 ，B B， 你今日有冇信心？喂，阿吕校长，我系绝对冇信心，不过我一定冇信心啊！你讲紧冇噶。不過我一定要攞曬啲獎。你冇信心，但係攞啲獎要攞獎。OK， 為咗就你嘅程度，我哋就額外咧就預咗5個懶人包俾你嘅。嗱，分別咧就係一，我幫你篩走2個答案。咁不過咧，我有機會好似考試咁樣樣咧，係捉你自失陰你嘅。嗱，第二就係問你個經理人啊，小肥豬。不過我聽聞咧，你同佢啲感情係麻麻地嘅。我成日見親你哋咧，佢都係你都係俾佢鬧嘅嚇。咁啊，係啊，係嘛 ？OK， 嗱，我唔知佢會唔會呃鬼你噶。第三，你可以嘗試發揮你嘅大嬸的愛嚇，氹下我2個尖子嘅小鮮肉，睇下佢哋會唔會賣人情俾你。第四，你可以問下我哋個靚仔主持阿 Man 嚇，因為之前有同你對稿噶嘛，佢知道曬啲答案噶啦已經。你亦都可以試下有一個 social distancing 嘅飛吻俾佢，睇下佢肯唔肯落答。咁啊，最後咧就係問現場觀眾啦。嗱，如果冇把握你就用啦。嗱，我額外咧有2個尖子嘅小鮮肉，即係話咧總共咧5種懶人包，但係有6個機會噶啦，基本上。喂，阿校長啊，10題咁多，得5個 tips 咋？得5個懶人包，俾多個你，俾6個，差唔多，唔通10條題目俾10個 tips 你啊？嗱，你記唔記得我係邊個？我係女校長啊！我知道。嗱，依家你而家係面對緊一個公開嘅面試，我哋呢度有人有真相噶，你對自己有啲信心好冇咧？好啦，好，兩位準備好未咧？我哋事不宜遲，我哋不如開始遊戲啦。好，第一題，我哋嘅獎品係散裝水晶石50粒，當作見面禮嘅，咁啊，夏慧 B B 可以望下啲獎品先，係咪好吸引啊？睇下先得啩。哇，真係好靚喎！梗係我噶啦，係咪啊？你想要啊嘛，係咪啊？咁你聽咯喎，第一條，我喺媒體入邊教嘅一級尖子方程式係源於邊一間嘅大學咧 ？A. 福建大學 ，B. 哈佛大學 ，C. 香港大學 ，D. 牛津大學。哇，第一題就咁難啦！你揾啲小鮮肉出嚟啦，俾呢啲貼士我。我就揾我嘅尖子生 Osman， 啱啱生日6歲咋嚇？係啊，係啊 ，OK，Osman 上嚟 ，Osman。哇 ，Hello，
Osborne， 你讲个答案俾 Andy 知。你话俾我听啦。B。D。I said B, not D. D 梗系大过 B 啦，你听我。I don't know what you said. Come on, Auntie. It's B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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 D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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 Oh my God! You're driving me crazy. 咁究竟而家系乜嘢啊？究竟系乜嘢啊 ？OK， 夏慧 B B 系乜嘢？我拣 D. D. Osman. She wants B, not D. OK, B 系啱嘅。哎呀！哎呀！你听咗啦！耶！哇！贏咗啦！悲題題目獎品係水晶耳環一對，合共118粒水晶石。哇！好嘞，我愛。你要係嘛？你要就要答啦。究竟尖子教學係教啲乜嘢嘅咧 ？A 教跑馬仔 ，B 用尖端科技教學 ，C 令到蠢人變成。天才 D 教有潛質的學生成為出色的人才。猜，其實你有冇心送禮物俾我噶？你睇到咁深嘅，點答你啊？如果有個人 interview 咧，就話校長你其實有冇心收我噶？條條都咁難，我都唔知點同佢講。你係咪有心俾緊我嘅？嗱，即係嗱咁樣啦。嗱，個細路仔都係噶啦。一開始第二條已經話辛苦啦，做功課又話辛苦啦。係咯。啊，係啦。越嚟越難。嗱，俾啲毅力得唔得啊？嗱，見大家都係鏡粉，好啊，我就俾貼士你。嗱，你跟我讀清楚 mirror 個發音先 ，mirror。Mirror 你又說是別人的粉絲，很難那些發音的，是你又喜歡別人的嘛。 Mirror OK OK， 聽著了，見你是老人家了，哄一下你了。如果小時候那些小朋友是沒有潛質，給錢我都不會教他的，那你說答案是什麼啊？我知道是 D， 哇，好叻啊你！本节目水晶奖品系由 Leon 全数赞助，所有现场观众系会得到由太子优送出嘅美白及保湿面膜，以及由有成网店送出嘅消毒搓手液。